第十四式十字手歌诀：扣脚几欲当中击，转身捧开敌双臂，缠拿果风开合手，相击变化磨迟疑。十字手的基本技术含义是：十字手法变不进，整个动作呢是个缠果擒拿封闭圆转的一个动作。再来我们示范一下：扣脚，这个扣脚要防有防预防对方踢腿的含义。我们在说踢手上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我在正面，在正面对方踢来啪一转，他腿到这也防着一个寒的一种保护，一个防备防御动作。双手呢转身是捧架对方的手，那么这个动作是怎样来的呢？我们找一位同学来试一下。这个推手的时候啊，有这样的推手啊，就是搭着手腕，搭着手腕放着搭着你缠手缠，你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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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种缠臂的一种推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手法呢有捧啊，有咧啊，有踩啊，有裹啊，往外走，你看这捧缠裹，就是说十字手，比如说在他手，我们两个手架在这个地方，然后捧开分开按下去，合手捧出去，这是个捧架。说整个这个手呢是缠裹捧缠裹踩，在这个地方呢也有拿劲，到这里推出去，所以他整个手臂啊像那个这是裹起来的，缠绕旋转。这个主要用于就是在推手中两个人在缠手臂的一种近点的不断的变化。我们提到这个手的方位不同，它的近点不同，往前往上捧，往外为脸，往下呢按，再往下是踩旁脸踩，手臂缠绕一圈就为裹，所以这个整个劲势呢是不丢不顶，柔顺绵软，绵中裹刚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气势，圆转一周。这是十字手的这种基本的含义。好，谢谢。下来我们讲解一下十字手的动作，先演示一遍。这是十字手的动作，我们分解来讲。第一动，扣脚转体，双手捧架。第二动，收步分手。第三，落步合手。第四，起身捧架。大体上可以分解这几个动作。关于十字手的要领，我们这里研究一下。第一动，扣脚是实腿，那么要注意克服的呢，不要夹裆往里扣，拖进来。第二，不要起身，身体高起，
仍然像单边一样扣脚的方法。沉胯，沉左胯，从他的外缘往里扣，使他扣正。同时呢，两臂内旋，内旋的同时就要沉肩，要感觉到这个肩窝的肌肉呀被坠下去了，要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呢，要训练一个动作，掌握一个要领，叫交王必须过正，就是要下意识的做出来，然后体悟它这个沉肩和不沉肩的区别在哪里，最后达到一种自然运用。那么两手比内旋，沉肩，这个是肘是圆满的，这个不能叫为亮肘，亮肘是这样翻起来了，把肩胛这个地方抬起来了，这叫亮肘。这个劲呢是要捧劲，圆劲，圆在这里。两个手呢高度和额头一样高，虎口相对，整个劲势，这个手、腕、肘、肩，然后到左肩、右肩、右肘，整个是个圆满的这个态势。大家再看一下，如果是这样子呢，一点点它就高起来了，是不行的。再像这样子呢，它力又不足，不圆不饱满，所以要掌握好这个度。注意，在扣脚转体的时候，右脚不能动。大家看，软下去了，屈了，不可以。仍然要右足蹬，腿仍然是直的，直中欲屈，使腰胯的左半个整个放松转旋转进来，不影响它。互不影响。第二动，顺着这个捧势，两手圆满开展，同时重心左移。注意，这个时候不能起来，仍然要坐足左腿，收住胯，然后提膝拧起，屈势分清。特别是抬这个右腿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通病就是小腿往上顶起来了，或者说大腿顶起来了，这都是不放松的。特别是初刚刚学的同学，这方面要注意啊，仍然是由膝拧起，这个时候有拖胯的感觉，然后再用脚尖脚跟依次下落。这个落脚的时候，一个宽度和肩胛一样宽，和预备式差不多。脚尖落，脚跟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要意在脚的外缘先落。就是说右脚落的时候呢，我夸张的做就是从外边往里边落。它不能从里边这样落，是这个劲势就不一样了，就不圆满了。泰拳处处要求方圆。发源的目的呢是圆满、浑厚、充实，这种感觉。所以在落脚的时候，那先脚尖，在脚的外缘一次下落。在整个收脚的过程中，始终要保持身体的平稳性。收脚，平稳，拎起腿来，松下去。这个时候要注意分虚实，还有一种现象是这样做的，大家看，爬下来了，这脚还没落地呢，重心就往过移了，这就叫双重。假如这后边是个坑的话，你就掉下去了，你支撑不了自己了。这后边我们讲倒捻猴手还要强调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先使右脚轻轻着地了，
脚下有实感了，这个随着脚跟的下落，重心逐渐移向均衡的移向中间，这也是个要点。与此同时叫的不一样，比如说旁起裂暗踩，劲点在圆满的转移，但是不管是哪个劲，捧劲是不丢的。这在我们讲捧捋脊宴里的捧法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不管你是哪个进法，这个捧劲它始终存在，只是表现的劲力不一样。也就是说捧呢也可以以轻柔的劲粘住对方，这个粘劲轻轻的粘住别人也是一种捧劲。那么整个圆满，整个两臂的运动呢，就是要圆满的运转过来，捧劲不能丢。那如果张肩张开了，肘撤回去了，这个劲就丢了，而且也容易让对方呢把我引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反而背了。所以这个劲始终是开旋往前捧。那这两个手捧的时候呢，怎么起来呢？是捧起来的，翻出去的，翻出去。关于这个手捧起来，这个劲法怎么做？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简单说，捧手必须要有根，这根在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旋转过来，分开，注意落脚。这个时候，随着脚往下落，这个胯呢就要往下沉，坐下去，收住胯，沉下去，这个劲是往下坠的。如果是板着腰就不行，大家看看一下侧面啊，看侧面，到这里，就是如果这板着腰，平的撅着屁股，那这个劲啊就到不到脚上去，也就灌不到手上来，所以随着落脚，这个尾骨就下沉了，血淋淋的。同时的，这就不用讲了，整个背部就拉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两手就合在一起。起来的时候呢，先由脚下起，脚下入地，然后这个腿再展开，虚灵顶劲。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一系列动作，落肩，把这个劲势呀要落在这个两臂上，使腕部呢要有力，有立木顶千斤的这种感觉，有点像那个液压千斤顶一样，汽车换轮胎架到桥下压一压压往上顶。那如果是板着腰这样的劲呢，就灌不到脚下去，根就没有力，那么手起来也是飘的。所以两手起的时候虽然很简单，必须要做到落胯落肩，两手呢比外旋，比外旋，脑骨和耻骨比外旋，翻转，轻轻翻转出去，和腰力相合，和脚力相合，整个这个劲呢是从足下节节贯穿到两手上。十字手势整个劲势呢要做得圆活饱满，力身中正啊，上下贯穿，是一个整体的动作。同时还要注意眼法，眼随手走，特别是当两手分开的时候，眼神要注意啊，稍微眼睛呢整个能挂住这两个手，在你的眼睛的视线里，不要离开脱离，或者光顾右手左手，或者光顾右手，这都是不太合适的。可以两手分开的时候眼神若过及右手，这是可以的，但是左手还在你的要顾住。随着两手合，眼的余光，这个下边这个余光好像还是在挂在这里的，尽量避免低头去看，这样的眼神始终要关顾前方，主要关顾对方，
起来的时候呢，一定是顶头顶要拎起来，眼神要敛住它。最后呢，就是平视，啊，自然就可以了。那么两个手交叉，一定要交在手腕部，不要交在手掌部。手指呢，也不要这抱进来，要稍微往外开一点。尽管这个两个手往外开着不是他这样做的，但是应当有这种意思，可以往外翻的这种感觉在里边。但是他最后表现的形式呢是顺圆的，饱满是圆是整就可以了。这是关于十字手的做法。十字手最后再强调一点，劲力还是要圆满。刚才我们讲两手举起的时候，手心先是朝里下，随着上升比外旋是掌心朝里，这有一个开劲，往外捧的开劲。随着这个大拇指往外开，整个脑骨呢也是往外翻的。随着这个翻式，要使你胸前的空间是圆满的，也就是说你肩肘腕都是圆满的，也就是说不能够瘪回来收回来，不能软。那这一点呢也是常见之病，希望大家注意。下来我们请同学示范一下，这个手啊一般按掌是高不过口，就是手指啊，手指和口一样高就行了，不要太高了啊。这个肘尖呢，这个肘尖呢要微合，哎，微微合一点，就是这个肘尖呢要看要合一点，坠一些啊。走，好，停。我感觉呀，有两点需要注意啊。你站着看一下啊，你先站那儿，站着看一下。一个是还是腰，他这个身形呢，虽然是没有向后仰，但是朝前扶了。我看从侧面看，啊，侧面看，看那个腰、背，有点偏前了。问题在哪里呢？这个胯落的不够，坐的不够，这个地方还要再落一下。哎，这一拉，整个身形都正了。第二点呢是这个手呢，过早的向前伸了，过早的向前伸了，那这个力就不足。这个力去一脚啊，你要从脚这对上这个劲，从丹田这起来，然后翻起往上，边翻边向前走。他不是从这里，你看，他不是从这里，大家看，从这里就开始往前，这个劲就远了，你这个收缩放出的劲呢，就差着一点就不足，所以应当在这里呢，还是要在腹前相交，不要直接上，先翻翻起来，就再跑出去。您再来一遍，从按时开始。好，比内旋再高一点，两手，对，别落胯，这个腿太开了，这个腿太开了，再收一点，哎，再收一点，再收一点，再收一点，哎，对，这都自然一点，落下去，合，对，这个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稍微再往里一点，这肘稍微开一点点，哎，对，手心朝下，手朝下，哎，然后这再起翻。还太快了，来翻三起翻翻翻翻翻翻翻，哎，这再往轻轻的往前一点，就提早这个手往前伸了，就这一点，啊，其他都还好，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训练这个落胯松腰这样的一个动作，平时要加强训练，啊，还不错，啊，有进步，好，谢谢。所以说我们通过几位同学的这样子演示，虽然在架型上
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他腰胯上、肩上的动作呢，还是偏小、偏少，应当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啊，石头手我们就说到这里。第十五式，抱虎归山，歌诀：十字手开彩裂上，抱虎全平立臂掌，盼前顾后搂岸打，趁势驴急也难防。全体大用诀描述抱虎归山，意为十字手法变不尽，抱虎归山才列成，才列成。那么我下来先做一下，再解释它的含义。它的做法是这样子的，下来是腾驴急岸，驴急岸，这个动作的踩裂在哪里？好像跟搂起腰部差不多，其实是有区别的。搂起腰部是连固带防，防于正手，防腿，连搂带打向前去。这里呢说呢，十字手法变不进，以踩裂构成它的主要技术内容。那么这个踩裂在哪里呢？再来，请位同学来试一下。刚才我们十字手，假设对方在上，两个手都在上面，然后我们都在这个地方缠绕这个手，缠绕十字手。这个，比如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下方是空的。那么，如果对方的左手抽臂来打我，那我这个手在不是要随着他劲儿走，随着他劲儿走，随着他劲儿走，这个就为，这个动作就为踩。这是踩进，啊，那么如果换一种方法，他用左手右手打来，右手，这个我手下不来怎么办？你过来，哎，肘下来了，你看这个肘到这来了，这个肘就管住他了，那肘进一走，就把那个手臂架开，那么这个手呢，就顺势到了他的腋下，那么这个手一踩。那这个时候呢，就成为裂进，就把它翻过来。它是这样的一个踩裂，大家再看一下，你看，这个手呢，如果左手、右手打过来，哈，这个手往这踩，弹这个斜的力量，这个斜的力量，这个肘呢是往下一沉，一这个踩裂呢是两个手呢往往是同时用的，啊，一踩一裂形成一个力偶。连着往那用，它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含义。那如果呢，他要双手呢，双手从落下来打过来，你看这一踩，接住这个地方，啪，就把它震下来。它是一个短进，这个踩进呢，是一个短进实进。它的含义呢，有点像那个栽树叶一样，要掐实它，然后一掐。所以这个踩呢，比如说。他这过来以后，我单手可以踩，单手这个手指，这个不是攥住它，是要用这个手指肚、手指头肚掐住它，入到它肉里，但手心是空的，手心是空的，挂住这个劲，加上腰力，加上这个腰力下去。我刚才用光是局部的，用了局部的，这是踩劲，是这样子，所以。十字手法呢变不进，它变什么都可以，那么在这里主要的就是以踩裂形成它的一个变式，主要是防备它的下手，它下手过来，你看踩过来，这就可以踩往我的右侧这个方向，右侧这个方向走，
往这个方向走，稍微离身近一点，离身近点这个力量就比较足。那么另外一个手呢，就缠住它，缠住它，往这个地方裂出去的，都是可以的，形成一个这个错劲，知道吧？大体意思就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踩劲，踩劲呢是这个劲呢要促，要快，还要实。这个踩劲呢，要通过肘沉肩的力量，这个力量产生。同时呢，要有坐劲，腰劲的坐劲，往后坐一下，坠腰胯，对这个踩劲呢产生一个力量。那裂呢，裂一半呢是裂在两弓，就刚才个肘下去，没有直接去打击它，用我的肘到大胳膊之间来防护它下边打来的动作。裂劲呢是双臂要连用，一手要踩住，另一手发生作用。在这个裂劲里边呢，用的地方是比较多的，啊，野马分鬃呀，还有这些其他一些玉女穿梭等这些动作都有这个裂劲。裂劲动作呢，它这个手背要穿到对方的腋下，一手踩住他的手臂，另一手或者同一条胳膊，另外一只手呢就穿入他的腋下、胸前这些地方去产生一个裂的劲。这个劲这个方向呢，它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撕开的、裂开的相反的方向，或者是一种旋转的方向。刚才踩它的时候呢，这个手托住对方腋下，用腰胯劲一旋转，它就可以打到一边去了，这是一种旋转。那么裂劲呢，一般有正裂，野马分鬃是正裂，返回来就是反裂，还有一些旋转的裂。这些动作呢，我们在后边的动作中再进一步强调它裂的用法。下来我们对动作进行分解，我先演示一遍。抱虎归山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呢，就是刚才说的十字手法变不进，转身就变踩裂进。后半部与捋脊按相连，它是接踩裂进的一个变式。那么具体做法是，第一动要扣脚也是一种防护，再加上手下去，肘下去，不仅防止他下手来击，也要防止他金鸡独立来顶我，所以我要屈屈下沉，收入腰胯，含胸，以肘手防御他腿顶，这样的动作。他的要点在于右手要捧住接住，不能丢住对方，不能散掉，轻轻捧住，坠肘沉肩，这是第一动。第二动呢，腰要向左转，要有个开劲。刚才这个肘下去以后呢，我要肘下去以后有个这个开劲，这个开劲呢要随腰而走，用左腰眼看着左肘
往回，所以这有一个回劲，有一个回劲。那搂七腰步就没有啊，白鹤亮翅搂七腰步，它是连固带打的一个动作，它是往前去的一个动作，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裂劲开劲，所以一般做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做成就这样子过去了，这就把这个动作漏掉了。这里特别强调一定要有一个回劲，一后脚沉肘，二这回转回展举手同时提气，然后再做踩脸动作，右手是踩出去的，踩住对方的手腕捋出去，踩这样的劲捋出去，它不是搂，不是这样的搂膝腰，不是搂出去。你说搂膝腰部我们是平掌，那如果手往它这样搂行不行？当然也可以，这不是教条的，在实际过程中你手指往下搂，只要你搂开它就行了，这倒不行，不是要。但是做腕有做腕的要用处，这个后边我们再说啊。那么裂在这里，踩在右手推出去，然后右掌跟着推出去，换搂膝腰部，注意这个掌从腹前升起，掌心朝下，左手捋回，从肘下延伸出去，这变成了捋式。捋式捋脊案，最后我们前面所讲的旁捋脊案的要领是完全一致，只是方向不同。那么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圆转过程中要活泼于腰，要平稳，手和腿的劲要连上。我说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大家看，比如说捋的时候退腰，退腰就连上这个劲了，松肩撤肘转胯，这是个整体的劲。旋过来看右手，手不能收，仍然要挤住劲贴住对方，而左手加力要举到位，然后平手，平手手掌不空，小手指外侧劲展开，推腰沉肩屈肘，另起前军后军，后劲先退，肩胛胸背肌肉全部松落，一直落到哪里？丹田腹部到腰胯，沉腕前进，这里先进，这里进呢是要看着腰，腰看着肘，形成一个身形舒展自如的一种状态。就是这是关于抱骨归山的做法。下来我们请同学上来演示一下，先别动，先要找一找自己身体状态，两脚不够平行，哎对，这个脚再往里扣一点点，哎对，要平行啊。好，再来一遍，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手势呀再稍微往外一点点，对，就是这条线，这条线
大拇指这一块要往外拧起来，啊，注意这一点啊。走，好，停。这个动作啊，稍微注意一下，你停一下啊。这个屈膝下沉，哎，这坐胯松腰坠肘，这个在实际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是可以身形下去的，这个倒并不一定需求，只要你松活中定能保持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演练的过程中呢，这个左肩呢不要明显低下去，大家看就偏下去，还尽量保持身法中正，把肩拖开就可以。训练拧劲，屈膝，肩拖开，拖开转腰就可以了。在这种状态下，放松的状态下，身形稍偏一点，它是自然的，是协调的，也是允许的。那如果说因为坠这个肘而变了身形，这就需要注意了。好，再继续来。走。好，停。这个是呀，这个是必须要有，你停一下，你收起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右手这个劲儿啊，必须要有很明显的往外出去，这个手就要捋出去，摆出去，这个不能太滞后了，太滞后了，你看这个踩力没有了啊，必须要有这个很明显的尤其腰部的近点是在小手臂的外侧，这个在手指上五指上，所以你这个动作必须要有啊，形似势不同，劲不同，所以右手稍慢了一点点，这个劲没有跟上，这一点它引起大家注意啊。再来，好，对，啊，出手，对，好，停，你停，慢，立即就停，这个立即是说什么意思呢？就刚才这个动作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两个肘都偏高了。好，你停一下，你看啊，我从这个方面来做。啊，扣脚，回腰，到这儿看，这个肘太开了，这个肘也偏高了，偏高这个力就散了。啊，这个地方呢，肘往上的啪出去，然后随腰就过来。它既不能瘪回来，又不能太弯了，太弯了你劲出不来，当然也是不是说不可以，这个劲是不够，是舒展开的，它不是这样子，你看这样子就显得肘亮了。左手来看到这里偏高了，还要再坠一点，稍微坠一点好的，特别是右手一定要肘不要抬那么高。再来一下，他从十字手开始，手心要开一点，对，后脚屈膝下沉，左转，眼睛往前看，对，虚灵宁静，走，自然一点动作，好，停。这个再提醒一点啊，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这个换手有这个手换手啊，那要很啪的窜出，这要很快的一个感觉，出去啪都出去了，腰胯一旋，你看他手起来，你啪一旋就出去了。要有这种动势感觉才行，就是
这个动势没有，就显得这个动作就不是轻灵的，哎，舒展出去，回过来，这都还可以，这个地方再稍微再做一下就好了，往后边做一下，还有点偏挤啊，做一下，就一点点，然后挤出去啊，挤出去，大家看这，这个手太低了，你看，手太低了，这里，音量再稍微平一点，你看，一翻一翻就可以，大拇指，拎起来。啊，放着劲呢，放到掌背、掌缘这个地方，这样它太塌了，偏塌了一点，啊，注意这些细节问题，特别还是要在这个劲势上，啊，多留意，有时候它这个劲呢，差着一点，那个狮子离毫，那个劲儿就不一样了，就给不足了，所以你这个走啊，稍微再收一点就好了，还不错，好。关于抱虎归山，我们就说到这里。第十六式，肘底看锤，歌诀：左捧右捻，护中打，锤距肘下，叶底花。缠托折叠掌劈面，肘底相击破擒拿。全体大用诀定义为：肘底看锤，护中手。护中手，中手指的是哪里呢？指的是这个肘部啊，肘部。这个意思是说呀，这个肘底看锤在技术上，左手要捧、要捻、要折叠，右手要盖。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上来。我先做一下这个动作，肘底看锤。这是很随意的啊，啊，左手捧、捻、缠、提。带托，右手拦风盖握拳到肘下，肘底锤，这中间呢有折叠，有缠绕，有风拦，它的技术含义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对方这个拳过来，我很自然地捧出去，他往下边来打，看这个手，哎，我就托起来，所以他走了，这个劲呢，这个缠住他，不让他走脱，然后拖住他的肘，这个手就可以相击出击，这是其一。那么这个手打来，我捧开他，他那个手打过来，往也是往这打，啪，我这一盖，你看这个掌就拖出去了，这个连环手。那么护中手呢，比如说他两个手按在我的掌上，这个地方。他这个手抓着我的肘，我这个手在这儿，一缠，就有个折叠擒拿，翻腕把它坠下去，有这样的个动作。啊，或者说呢，他这个手在这个地方，我这手，这个手过来以后呢，拖住他，把这个手打开，哎，这个手就往前出击，是保护我的肘关节不受别人的牵制。如果他手站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擒住他下去，也可以用手打击打出去，你刚好在肘下保护我的肘，我这个左肘就可以灵活地来出击。它基本的含义是这样子的，这是它的技术含义。好，谢谢。下来我来示范动作。接的是抱虎归山，
这是肘底抗锤的动作。下来我们来分解这个动作，肘底抗锤前半个动作和单边的动作一样，有区别的是吊手变推掌，它的技术含义是一致的。第一动，两手展平，这个展平的动作我记得以前讲过，这个手下去的时候呢不能够空泛的下去，要掌中有物，它可以视为推掌的一种延伸动作。到位，然后五指向前，有点像搓搓板的那种掌上的劲一样，搓板洗衣服啊，这个手啊，手下要有东西，不要空泛，不是单单的手摆平摆过来，这是一。第二，两手摆平，掌心要合，轻轻一合，抻肩坠肘，合手要先合背，这手心呢轻轻一合肘，肩胛放松一合，要从根上开始走，这个手上的劲呢就贯穿了。同时扣脚，扣脚的要求是从外向里，两手平抹，不要呆呆的平，不要呆呆的这样的平，要轻轻的拔起，然后转到以左脚起，松肩肘向右斜方伸出坐长。这个掌法是和吊手是一样，吊手一般用于高手低手，对方低拳头过来低，你上手一曲肘刚好压在他的肘关节上面，然后翻腕出去这个推掌下手，就是对方个子高，从上面位置偏高打击可以从上面啪啪，也是单边这样看推掌出去，这叫鱼尾单边，鱼尾单边在长拳里边叫鱼尾单边。我完整的做一遍，扣脚平抹，屈膝坐实，转体，先注意腿的动作，上步弓起落再起再落，连续的手上的动作，随着转体，左手捧里往外踩，然后托起来穿，掌劈面可以掌劈面，右手的动作要平，要和左手形成一个的关系，看着它气势相连，拦住下盖，盖下来，曲肘下盖压下来，然后左肘穿上去，随着手盖下来呢，整体动作的配合，松腰胯左转体，当上步的时候左手跟着往前走，弓步捧手上下一致，右手相随，当后腿拎起来的时候左手就开始向外咧，右手就往前去，当右脚落时左手要踩往下走，右手向前盖，当重心后移坐住右腿的时候两手相穿，随着左足的下落，最后两手到位，这是它的基本的配合动作。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特别要留意腿，腿的动作呢是连贯的，它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要求，中间不能够有断式。再上再起没有这个感觉，
它和那个斑斓锤的连续上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步行连续走，像跷跷板一样，一腿落一手，一腿落一腿起，然后再落再起，清灵。大家看一下，上步，弓，起，落，坐，起，落，这个腿下整个是一个一气完成的一个过程。两手随着腿的走，要注意它的配合，特别是腰间的配合。从这里开始，首先一点要松腰胯，松腰胯，松开它，上步迈步，腿不要发紧，这个腿迈不出去。先使左胯松开，小腿轻轻伸出，随即弓步，不等失道，后脚就起来。起步的时候，同样膝盖领腿，指胯放松。特别注意后脚不要翘起来、踢起来，就是轻轻带起来就可以了。再看一下后脚，拎起来，这就可以了，随势而落，做到虚实分清。随着重心的后移，随着后腿的提起，左手外裂，轻轻的；随着右脚的下落，左手踩，腰向右转，用腰右转，把踩的这个路让开，使它能够从腹前穿出去。这腰腿和手相互配合。起，左转，落，右转，稳住，起步。在落脚之后，或者在落脚的过程中，这个身形是不变的，身形是斜的，不要有落脚之后再转过来，一直保持身形向左侧45度。腰腿的旋转要带动两手走，使它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的关系，不要脱节。腰是腰，手是手，它是什么现象呢？大家看，手走了，这个腿没跟上，腰没跟上，应当相随跟上。腿落了，手没有下来，这就散了，要相互看着，看着它走。练出这个劲，使它完整一气。肘底看出的动作是有一定的难度，它的难度主要在于手和脚在旋转过程中要保持它的平稳，高低的平稳，要与手的协调，身法的中正，达到浑然一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点要领悟或者是寻找一种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清灵的感觉。清灵，体松招熟，是练太极拳的第一步功夫。就是说，我们从初学太极拳的第一天开始起，第一步所要追求的是达到一种清灵状态。你要达到清灵状态，必须要经常的练习，要体悟太极拳的实要，虚令顶劲呀、松肩呀、松腰胯呀、分虚实呀、协调呀，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步。通过清灵呢，就一定要体会它的找体松的关系，松不下来就无法达到清灵。同时呢，要给动作赋予它的内容，它的技术内容，招熟指的是这个技法，它的动作是干什么用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肘底看锤呀，露七腰步呀，每个动作的用法和它的进点。那么同样我们在做肘底看锤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也是首先要明确它的进点，它的招数招数。左手我们已经讲过是要捧出去，裂出去，大拇指朝外裂出去，然后进点呢转移到尺骨小手臂以下，使它沉下来踩下来，合手就为踩。这个手是可以变化的，也可以随时变拳，也可以扣住手，这都是可以的。踩下来然后托起穿，这个进点接住哪里哪里有。那么右手呢就是平栏在掌上或者肘上或者是手上，这样来找他的关系。进点明确要协调好，就从通体松和轻灵入手，然后达到他的第二步，达到这个轻灵圆活，达到神似，达到虚，达到神明，这样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过程中还要注意松胯腋下要松空，这两点始终在运动的过程中要保证身体的灵活，必须当是圆的，松开。上右腿的时候注意不要夹裆，不要合住，还是我轻轻往前送。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右腿和左腿膝盖的方向的夹角45度就可以了，小于这个度数呢就容易出现夹裆。第二个腋下这个地方不能夹，特别是左手回来手臂不能伸直，要肘要屈一点，腋下要松空一点。这一点呢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从预备式开始就提到这个问题，肘部夹肋，这些都是容易出现的问题。下来我们请位同学来示范一下。舒展。好，停。我跟你说一下，你站那啊，往那边的，这个可能有点紧张，动作没有做开。这个左手不够圆满，转过来以后，这个手不够圆满，这个手要主动的随身势向前，它也要向前走，它不是被动的。腿已经攻到这个地方了，手还在这个地方，这个手没有出去，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重心后坐的时候后腿要偏扣偏扣，然后再开一点，脚跟入地，脚尖翘起，胯根沉住，前腿微屈，前后都要有一定的力度，左腿要虚中有实，像这样做这个劲儿就不够，就差着一点。你要把右膝拔起来使劲势往前去，这个势就比较到位了。下盘还有点紧张，再试一遍，放开一点，哎，手肘往前走，往前往前往前，哎对，然后落脚踩，往右再转一点，对，哎这个好一点，
这好一点，到这里来，到这个地方去。这，就这个腿呀、啊，你看，我就这样子来的，这样子做，哎，像这样子，这样子好一点啊。好，停。像这个虚部呀，也是一种功。我们平时练习马步站桩比较多一点，但是虚步也要站。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看着电视来做这个动作，使它下盘的力度和准确度再规范一些。肘底看锤，我们就介绍到这里。